1994年，钟丽缇与周星驰合作《破坏之王》《九品芝麻官》的时候，后来因为《长江七号》成为星女郎的张雨绮当时只有7岁。当年钟丽缇的小迷弟陈奕迅后来回忆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说，当年我很喜欢钟丽缇，我记得我坐在化妆间，她在我隔壁化妆，当时我就心跳得很快，觉得 Oh my God， 她在看着我。后来周星驰谈到与钟丽缇的合作，用了几个非常强调她的勤奋。她一开始不会讲粤语，我们合作第一部戏她是讲英文的，但是第二次见到她，她已经用粤语粗口问候我，还非常流利，几个月时间你说她有多勤奋。那时候的钟丽缇年轻努力，美到不可方物。1993年是香港电影蓬勃发展时期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西贡出生的越南华侨徐克已经因为《黄飞鸿》系列成为新派武侠电影公认的大师级导演。这一年同样出生在越南的华裔影星吕良伟因为同年上映的《上海皇帝》系列已经成为枭雄传记片最好的演员。还是这一年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混血儿钟丽缇拿到了 TVB 的国际华裔小姐冠军，而她的父母都是中越混血。90年代初香港的各大选美赛事可以说一直都是星光熠熠，似乎只有1993年的港姐和亚姐冠军要相对沉寂许多。这一年的亚姐冠军屈淑珍在与亚视履行完一年合约后就早早退出娱乐圈，而港姐冠军莫可欣除了因为高学历与下嫁方中信曾被关注之外，也着实再无亮点。相形之下，作为国际华裔小姐冠军的钟丽缇从入行之初就已经甩开他们几条街。一个人来到香港，一个多少有些意外的大奖，当时钟丽缇其实完全没有因此在香港发展的打算，拿奖之后她就回到了加拿大。虽然当时的钟丽缇还没有意识到香港娱乐业的发达，不过还没等她平复好夺冠的兴奋，一个接一个的越洋电话已经打到了加拿大，有的找她拍 MV， 有的找她拍电影。最终像是兄弟的永盛抢得先手，在钟丽缇拿奖八个月之后的同年九月末，她的第一部电影《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就在香港上映，王晶导演，刘德华、梁家辉主演。尽管这部双男主的电影钟丽缇没有多少戏份，但这个起点已经足够好多人羡慕。入行之初尽管像许多新人一样没有任何表演经验，但对钟丽缇来说最大的障碍其实是语言问题。虽然她精通法语、英语和越南话，但因为当时对中文和粤语一窍不通，所以在片场只能用英语甚至数字完成对白。这种迫于无奈的表演方式对电影来说当然是一种伤害，这大概也是永盛当时在力捧钟丽缇的同时似乎也留有余地的原因之一。工作上看剧本、念台词就让工作人员增加不少麻烦，就算与记者接触也只是拍拍照、聊两句而已，所以他的访问稿并不多见。这是当年香港一本杂志中谈到钟丽缇因为语言交流问题所以很难融入本地圈子的一段文字。其实在他早期的访问中，钟丽缇也坦诚出道之初因为无法交流，因为妈妈不在，因为太辛苦，自己在香港并不开心。包括他与郭富城当年无疾而终的恋情，应该说多少也与语言问题有关，毕竟当时他就坦言大家沟通上有问题，所以很难发展。一个人有太多时间寂寞大概总会不开心，不过好在钟丽缇没有，因为当年的香港电影可不会让一个一线女星有时间寂寞。虽然不是那种一夜爆红的感觉，但出道第二年因为与周星驰以及李连杰合作的三部电影，钟丽缇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一线女星。尤其是这一年她担任大女主的电影《人鱼传说》之后，香港从此又多了一个让人痴迷留恋人间的性感女神。《九品芝麻官》《破坏之王》《中南海保镖》包括《人鱼传说》，钟丽缇似乎把自己所有最好的角色都留在了1994年。1997年在与周星驰合作的《97家有喜事》上映之后，
钟丽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飞往加拿大结婚生女。当时这条新闻几乎轰动全城，香港各大传媒都有派记者飞去蒙特利尔采访，甚至传言当时有记者因过度劳累而入院休息。面对各种传言和访问，钟丽缇的答复是，我希望可以慢慢同大家解释，明年我会回来。然而这一等，最好的钟丽缇再也没能回来。从香港电影《最好的时光》入行，钟丽缇当然很幸运，但因为这次别离，因为香港电影的没落，她也成为同期大概唯一和商业片死磕到底的女星。2001年那部《香艳的晚娘》当然会惊艳到我们，但很可惜，这是一部泰国电影，而且似乎也仅此而已。当然，又何必要求每个女星都要像张曼玉一样，对电影和角色有追求，而且也不是每个女星都会像张曼玉一样，有机会被王家卫折磨。1997年，钟丽缇当红之际选择的不辞而别，却没有给她带来一段幸福的婚姻。在与外籍丈夫 Glenn Ross 婚后不到五年，这段感情就黯然终结。钟丽缇的第二次婚姻发生在她正式签约内地的2004年，这段感情的男主角是台湾音乐人严征。然而就在他们的二女儿出生一年左右，这段婚姻也画上了句号。两段加起来才超过两位数时间的婚姻，三个可爱的女儿，一句去爱那些对你好的人，忘掉那些不知珍惜你的人，钟丽缇又做回了自己。从蔡少芬与张晋，再到洪欣与张丹峰，香港回归十年之后，当年那些艳绝香江的女星忽然和大陆的青年才俊开始流行姐弟恋。2016年钟丽缇在与张伦硕合作真人秀节目《如果爱不生情愫》，一年后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她也是这三位女星中与老公年龄差距最大的妻子。没有蔡少芬当年与刘銮雄人所共知的香艳旧闻，也没有张丹峰婚后与经纪人疑似出轨的狗血新闻，钟丽缇与张硕伦这里只有晒照片、秀恩爱、撒狗粮。12岁的年龄差距，两段婚姻，三个女儿的妈妈，这段并没有多少人看好的婚姻，却被他们经营到始终阳光普照，真的出乎很多人预料。在经过岁月的沉淀后，钟丽缇变得越来越有魅力。在生活中，一个人的心态真的是显得尤为重要。在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时候，钟丽缇还曾自告奋勇为姐姐们设计朋克蕾丝服装。她自己说，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只要我努力，我认真，我就什么都可以做到。心态超好的钟丽缇在50岁依然在舞台上大放异彩，而岁月从不败美人这句话说的大概就是牙牙姐本人了吧。